谢谢所有的球迷长久对我的支持。虽然我今天退休了，但是在退休未来的这些日子，我永远都会记得你们曾经在我人生的打球这一段时间里，然后对我长久的支持，为我呐喊，这个感觉我永远都会记在我心里面。运动员受伤难免就是心里会不舒服难过，因为没有办法再继续球场上奔驰，或者是说跟自己的队友教练在场上拼斗。那我想说一定都会有一个过渡期啦，但是其实我的个性就是还蛮乐观的，就是我相信受伤就是天想要你休息，神想要你休息一阵子，然后之后一定会好。我想说，就是当然遇到了这个，也许是困难，也许是一个挑战。那我想，就试着做出跟以往类似的决定，例如去挑战。以前就是挑战，那只是这一次比较特别，是要跟自己的身体去对抗。然后谢谢有你们的支持。虽然我今天就退休了，但是应该是说我就正式加入你们的行列，然后一起帮我们台湾的篮球加油。